哎呦喂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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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人，想把他打了。你吃什么东西了？吃什么东西了？你这是？给套了个洞啊！昨天晚上项目应该就在这儿出来的吧？今天咱们就看这个项目到底咋回事，今天应该可以抓拍到它啊！上吧，替你上吧。昨天应该是在这儿越狱的吧？大家在这儿看着哈，这个4353，那的话我就走了。大家在这儿看着他怎么越狱的，行不行？昨天在火车上没落着看啊，你不还坐火车嘞？太享受了，我特别怀念以前坐火车的时候。这样行不行？我走了啊！大家在这儿盯着旋风，看旋风能不能越狱啊！这个角度的话，应该就是可以上镜。他一旦越狱，大家在镜头上能看到啊。行不行？我走了。最佳角度，对，我走了哈。小萌越个狱，吃个饭，他不渴了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咳两声。你看又咳了。你真会打我脸啊！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就这玩意儿，就这个状态，他就是吃什么东西，
给吃的不舒服，嗓子眼儿的不舒服，他食欲也没事儿啊，然后别的正常也没有，然后在这干卡，那就是那个吃东西吃卡住了，就等他一两天自己恢复恢复吧，自己消化消化，蠕动蠕动胃，然后下去就得了。好了，这吧。哎呦，渴了，接着渴。